我呢一條咧喺用呢個 wrench 咧，或者去砌嗰啲 graph 之前咧，咁我哋先解決咗個分母，因為分母實在太核突啦。咁啊，令到佢靚少少先。嗱，呢度第一樣嘢就係 sin 九十度減 theta。我哋學過噶 sin 九十度減 theta 咧，就係 cos theta 嚟嘅。咁我當呢嚿嘢叫 y 啦，即係話 y 咧，佢係三 sin 二次 theta 加二 cos 二次 theta。呢个第一样嘢，好啦，第二样嘢咧，我哋亦都学过咧，就系 sin 二次加 cos 二次咧，就一定系一噶嘛。咁呢度咧，你可以见到有呢度三个 sin 二次，两个 cos 二次啦。咁我哋喺呢个三个 sin 二次里边咧，去搵两个 sin 二次同佢合埋一齐咯。好，咁其实真系咁样，即系佢系一个 sin 二次加两个 sin 二次，再加两个 cos 二次。因为一个 sin 二次加一个 cos 二次就系一啊嘛，咁而家两个 sin 二次加两个 cos 二次，咁呢嚿嘢咪系二咯。好，咁我咧就整靓佢先。咁接住落嚟咧，先系嗰个 maximum minimum 咧，嗰个气肉啊。好，咁嚟噶咯喎。咁而家你见到条色。系同 sin theta 有关系啦，咁上面嗰啲唔好关事啦，拆咗佢先。好啦，而家我哋有条咁嘅色。好啦，呢条色点样搞法咧？呢条色系同 sin theta 有关系噶嘛？咁即系话咧，我哋要画个 sin curve 出嚟。sin curve。你由零去到九十度，由零去到九十度咧，sin theta 咧。佢最细系零，最大系一嚟嘅，咁变咗咧，我哋条起手式咧，起手式就会咧个 sin theta 咧就系、是、介乎零同一之间啦。跟住做翻个二次咯，啊，做二次，咁啊再加二啦，啊三 b 一齐加二啦，加二，咁一 over 佢啦，一 over 佢，记住一个 symbol 会倒转嘅，一 over。咁最尾咧，就三嚿嘢咧一齐乘三十，一齐乘三十，咁一齐乘三。所以我写漏咗少少嘢喺呢度啊，我留咗个加二，留咗个加二。好，跟住咧就一 over 啦吓。咁最尾咧就一齐乘三十，咁即系话咧呢个系15啦。呢、这个就系题目嗰嚿嘢啦。咁所以你睇到啦。呢個就係 least value，呢個就係 greatest value。咁而家係問 least value 啊嘛，least value 咧，咁個答案咧就係 C for cat。